接下来呢，到了第二个节目了。第二个节目呢，是我们桃花坞650 Radio 特意为大家奉送的。哇，大家期待值好高！哇，大家期待值好高！信念感，一会儿信念感一定可以的，是吧？接下来，请大家欣赏我们650 Radio 台长汪苏泷，副台长李雪琴，辣木洋子、郭麒麟一起为大家准备的《桃花坞赞歌》。哦，前辈，来吧，请。桃花坞里真是好，男男女女不老少。好，要问关系怎么样？老吵。炸了！炸！没人陪我玩游戏。代表作业不好记，那咱来这儿干什么？炒 CP。 毛衣保护术，100多人画条路，他们这是干什么？行为艺术。哎，你干啥去？你们这个艺术投票了吗？超市冥想搞烘焙，划船郊游拉拉队，最大的爱好是什么？开会。这个大我现在要说大家，所以我是屋长，不得听我的，不能吵不能乱。你们想找个什么样的对象？好像大家都有瓜，即使我们是一家，最后还得说点啥？